哎，我发现叫我现在是中午休息时间哦。最近那个快发薪水了，撑一下，所以吃个泡面。我给大家看那个肉燥，哎，对，肉燥吗？肉燥菠菜，看它有蛋呢、欸。我刚才闻到那个香味 ，damn 哦，还有蛋哦。水分比较少，是因为酱比较咸，可以喝更多的水，这样就可以吃的比较饱。如果你泡太多的话，它就胀一下下，一下就消化完了。我给跟大家分享那个小技巧，蛋呢，哦，好，不不，哎，我发现Joe现在是吃饭时间。哦，抓饼每次看到我们吃饭，他也会吃饭。啊、哦，然后我们很常在这里吃东西，他看我们吃，他就跟着吃。哦，大家看一下，哦，他已经开吃了。好，换我们，今天是星期五，星期五。哦，腿裤饭，我才讲成控肉，腿裤饭跟炸鸡，星期五，星期五的配置。星期五就是要过好一点，虽然说明天还是要上班，但我们要自己要有个仪式感。奶茶、炸鸡、腿裤饭。腿裤，还有咻咻，炸饼，哦哦，吃得好开心啊啊！不不。